健身吗？最近没时间了。我也是一直都没有时间。我肥了7公斤啊。7公斤。7公斤很多了。可是你脸还是很小。因为我那个。这有用吗？7公斤肥在哪了，我问一下。啊 ,No, 我不是开玩笑，你摸一下。腰吧。你看这里。对，这是刚吃完。No, 你坐着就会这样的。我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我知道。回来呢，太多好吃了，再加上我跟爸妈住，就每天天呢，儿子这个好吃，儿子这个补，这个就变成7公斤，两个礼拜就出来了。所以你可能要找一个新的平衡。我还在找。你会的。其实不健身吧，这东西就是停下来就是会有罪恶感，是真的，有点整个身体化了的感觉。因为我觉得健身这个东西，你在状态的时候会影响到所有其他的事的。对，你有节奏，你有规律，是。但现在是有点我不知道，约回去了爸妈这两碗汤，然后我吃完了以后还有甜品呢。我就像刚才那样，还有甜品，10分钟就来我。对，我很爱我爸我妈，但是有些时候这个 too much。 我知道这个的话，我酒你来中国会更容易瘦还是会没有以前那么容易瘦？因为我这里就是容易肿了，所以我不能随便吃。胖就会胖脸是吗？对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每次胖都是胖脸，就变成整个身体像一个半糖，这个什么棒棒糖一样。哎，如果我吃是这里大或者这里大，你说都好。是只是这里大，然后我又把那个 V 脸的 V 又带上去，然后又发炎又更肿。不要买那个 V 脸神器。好了，你已经表达过了。像吊一样，哥们，不要，可以买，不要带着睡。有前车之鉴，我带他，然后就想，太紧了。不要买那个脸神器，那个东西咕成这样，就咕的咕晕了，没有知觉了。